顾远成，顾远成，你醒醒！顾远成，来了。你等我一下。来，慢点。 喝点水。老爸，你没事吧？糟了！哎呦，你看，果然是个局，汪总已经带人来了。那怎么办？快把他藏起来。 我今天不仅被汪总放了鸽子，还被这样打扰，实在是非常抱歉，顾总。今天是我太冲动，打扰了你们。嗯，明天我亲自到顾氏跟您谈一下这个溢于言林的项目。好啊，随时恭候。替我谢谢魏氏的礼物，合作愉快。魏浩东。 这不是你想看到的结果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二位请吧。你们都把我的小宝贝吓到了。非常抱歉，顾总，非常抱歉。谁是你的小宝贝？
老大，你们没事吧？你觉得呢？ 老板，那我把车停到车库以后就先回去了。你开我的车回去吧。谢谢老板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搬过来住？老板，我东西还没收拾呢，明天我再搬过来吧。哦，对了，老板。 男孩子在外面可千万要注意安全哦，千万不要喝陌生人给的食物，也千万不要喝陌生人给的水哦。拜拜。哎，看来这苦肉计还真是有用哈、啊。小心你答应搬进来住了。说吧，怎么感谢我？受苦的都是我，感谢你什么？哎，男孩子，你说。 小仙女怎么知道你还是男孩子呀？啊！哎，老大，不带这么卸磨杀驴的吧？